十二月二十五是一年一度的圣诞节，岛内闽南国小的小朋友，今仔日到校区内底四个里向商店和家家户户来报佳音和表演，做出来传达圣诞节温暖。小朋友热情的表演，让大家看到相当的欢喜。一年一度的圣诞节特别来到，岛内闽南国小是启动圣诞游行，到各庄头来报佳音和表演。今天我来参加圣诞节的活动，非常的开心，非常兴奋。今天来闽南的圣诞活动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耶、yeah. ！我们是闽南国小。看到小朋友这么活跃的表演，家长和店家都相当欢喜。因自己也有准备小礼品要来回送给小朋友。我准备一些饮料跟饼干，因为小朋友比较喜欢吃饼干，配个饮料就是让他们快乐，圣诞节快乐就好。有圣诞小熊，嘿，希望小朋友会喜欢。大家心里都很快乐，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先祝小朋友圣诞快乐。然后今天这个活动办得很棒啊，我有准备一些小礼物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快乐。岛内闽南国小圣诞游行是学校多年的传统，不过今年是头一摆将游行的范围扩大到四个里，分别是新光里、传头里、小东里以及东明里，就是希望将学校和社区的连接加深，也希望借活动来培养学生的自信。带小朋友出来踏青是一个很好的行动，也跟社区田头社区跟斗兰镇这样子互动，是一个很好的行动。希望下次还可以做这样的活动，我一定鼎力相助，赞！看到这么活泼可爱的小朋友，很高兴啊！在那个文安校长、曾校长的带领下，哈，变得很不一样。对于这个活动哈，就多多支持，以后多办这些活动啊，跟那个社区结合。我们文安社区的福地比较大啊，所以呢，基本上的话都会走新光社区跟我们天头社区人多比较地方，有些比较偏远的聚落比较少去啊。这次呢，然后因为这边也有我们学生，所以我们特地的话有安排游览车，带小朋友到某个地点，然后请他妈妈再走进来，这样子我们也要 关心我们比较偏远的聚落，让欢乐也送到他们这边来。圣诞节当恭喜小朋友上介意这里，相信在这么欢乐的气氛里底，闽南国小的小朋友都会当有一个快乐的圣诞节回忆。圣诞节快乐！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。